家跟我们一起来同乐，而且呢，跟我们一起来参与。最重要的啊，我们的这个至尊乐翻天里面所有的牌，观众朋友可以跟我们艺人，还或者是你自己，还有跟我们制作单位一起来斗智，看看你猜对了，还是他猜对了，还是我赢了，哈！来，欢迎我们的第一组，好，我们祝哥还有 Stacy。接住了，你放心，别接。你放心，如果接不住，一定往你那丢。制造一下笑话。好，来第二组，洪德老师的廖慧珍。第三组，哇，是我们的周冠军哦，上次被我打得落花流水。刘小毅的王思佳。现在从我们开放观众之后呢，现在不一样。好，我们观众会分别在周一、周二、周三、周四，每一天都会有观众来参与。最重要的，周冠军的奖金还可以累积到月冠军。这台电视，是吧？价值30万，65寸的一台电视。哇，大手笔啊！这么好的制作单位，一开始先来累积高的奖金。好，来，马上是我们的至尊乐翻天。第一回合，王思佳随神附身 ，Stacy 则是广神状况外。如果这张是八饼，这张是九饼，这张是什么？十饼啊！十饼，正所谓两女相争，一男得利。洪都拉斯借此拿下11000。第二回合，廖慧珍则是火力全开，杀很大，一路狂赢，又拿下28000。不要跳，因为我看到全身都在动，全身从头到脚都好。好，欢迎到我们全体兵马将种子激斗赛，哇，不得了了，今天就39000的累计奖金了。一开始凶手是谁？凶手是谁？笑啊！笑不大声。希望打完的时候你还有这样的效果。哎呦！哎，我想这是你在帮大家创造福利。对、啊。最后收割开花，你们会开花。结果是不是在你身上？结果不知道。没关系，我们胖子就是心胸宽大。哎，不行啊，那是老胖子，我们瘦子在。我们还在散播欢笑，散播爱，这种分歧的，真的。多赚一点就好了。还是认真一点。我们是看到好想好想就想要莲藕呢。真的，感觉真好。这次是咬一口。一看到就饿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的大腿都比私家的腰粗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刚刚量过。真的，小腿呢？小腿应该已经。你的小腿比私家脖子还粗。我们今天是减肥，瘦真的减肥。可以了，收起嬉笑的心，来，开战，速一点啊！来，我们来看四家的牌，先看廖慧珍的牌。手脚粗细不重要，手机要好最实在。39000要保，还要往上拼，吴小队做大，你拼不拼？冒出个十饼你也有够瞎，打牌别再晃神了。36饼等红中碰，这把要抢听，你还得张张进哦。今天跟福星搭档，能不能贯彻始终，就看你这牌怎么上。南风有碰赚一台，万子凑搭，你会怎么打？祝哥这牌也不差，有点野心就走门清挂，而万再摸条子搭，抢听吊牌也是一招了。加油哦！金打喽！来来来，北风！哇！哇塞！我的妈呀！北风跟打。嗯，对啊。北风，也有北风啊！啊！没有北的，没有北风的相公哦。哈哈哈！输哦。好。来。先插牌。9条。哇哦！哎呀！哎呀！人家是问名词哦，人家记得哦。好，9条。要硬打。先插牌再打牌。好好。先把牌插进去。西风。我想一下再打。好。西风。其实有猪哥在刚好。1饼，怕什么？因为你是老狐狸呀。我是老狐狸，江湖的。好，
这个是橡皮糖，粘得紧。这个是发财，打字行。东风，打字行吗？好，漂亮。一条。哎呀！嗨！嗨！啊！又一个一点。哎。孩子都快生出来了。真的。真的，一条，都好紧哦，真的，橡皮糖嘛，粘得紧啊。最喜欢跟在人家屁股旁，南风。哎呦，有南风吗？哼，你哄他干什么呢？反正又不能哄。白皮，哎，白皮啊，你要碰，算了，做你一个手。老狐狸，明明就没有。对，会装的，真的，跟奶哥一样。嗯，我张海涛，九万，砰，谢碰，碰得好，加油，小鸡，记性来了，好，六万，哇，来一只啊，他不来呀、啊。九条，继续，对，要坚持。海哥说的。二，九条，九条，吃，三家都不要。二条，照一照。哎呀，太小了，白皮，好快啊，正面镜子太小了，那比较不好，人家都会说拿四张一起来照都不够。来吧，他不来，南风，哦，小心点，八万，漂亮，看得好，一万，这个不打，一万是不是？是啊，是。我记得了，来吃吃吃，还想吃啊？不要放掉。好的，不怕不怕。五万。我给人家打十饼，十饼。第四张那张牌赶快打，要不然你待会来吧。五条。我跟你讲啊，这第一次打牌你有压力啊。七。吃吃。三万，我恨，不错哎，不错，二万，这么开心，随便打，随便打，没关系。比比，你们没有钱，所以不用怕放下。对啊，你们现在零分啊，怕什么？放炮的一定是他们吗？啊，七条，一点都不用怕。七条啊？哎，好。这首歌都让人家。